加坡是国际金融的中心，也是一带一路的中心。我们下一步会在新加坡开通我们的财富管理的业务，把中国的资金也引入到新加坡来。我们希望我们和新交所的合作变成中新两个国家合作的最好的典范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恒华国际将扩展版图到资产管理、现货服务等金融服务领域，完善恒华国际新加坡的金融服务能力，致力将恒华新加坡打造成为一家国际一流的金融服务机构。Live from CNBC Studio at the Singapore Exchange,